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虽然小高平时爱开玩笑，但他做起事来还是很认真的。把这个任务交给他，他一定能够做好。他反对把任务交给小高。二，儿子，你看，地图上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，绿色的是森林，蓝色的是海洋，这是黄河，它像不像一个大大的几字？地图上蓝色表示海洋。三，我觉得这条裙子很适合女儿，现在穿肯定特别凉快，正好又打折，咱们就买这条吧。她对那条裙子很满意。四，尽管很辛苦，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做运动，几个月下来，减肥的效果很不错。他最近胖了。五，您放心，只要是在我店购买的家具，无论价钱多少，无论您家离这儿多远，我们都将为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。那家店免费为顾客送家具。六，我住的地方离地铁站有点远，走路至少要30分钟，我早就想搬家了，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房子，所以暂时还得在这儿住一段时间。他租到了合适的房子。七，保护环境可以从小事做起，例如少用塑料袋，将垃圾丢进垃圾桶，夏天把空调的温度开得高一些等等，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。环保要从身边小事做起。八，黄先生，很抱歉，
我们办公室的传真机坏了，现在还在修理，可能过一会儿才能把材料传给您。复印机坏了。九，本来只是个小问题，但你和小夏当时都没做出解释，这才引起了误会。我觉得你们俩见一面，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了。小夏把误会解释清楚了。十，研究发现吃甜的东西能使人心情愉快，所以如果你觉得心烦，可以吃点蛋糕或者巧克力，这些甜的东西也许会给你带来好心情。吃甜的东西能让心情变好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五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王小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参观长城？明天上午8点出发，到时大家准时在宾馆门口见。女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？十二，一共39.7，您付现金还是刷卡？我的零钱不够，还是刷卡吧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个正确？十三，你联系马记者了吗？联系过了，我已经通知他会议地点改到首都饭店了。关于这次会议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四，这儿的景色真美，帮我照张相吧。好的，你稍微往左边站一点儿，我帮你把后面的大桥也照上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十五，你怎么也在医院？身体不舒服？不是，我同事突然肚子疼，我陪他来检查一下。女的为什么来医院？十六，52路和407路都能到我这儿，
你看看有没有这辆趟车。52路来了，我先挂了，一会儿见。男的现在最可能在哪儿？17。这块手表真漂亮，是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吗？是的，不过你现在千万别告诉她，我要等她生日那天再给她。手表是送给谁的？18。这个地方有点难，我怎么都弹不好。是有点复杂，你多练习几遍就好了。男的建议女的怎么做？19。盒子里面是什么？还挺重的。是我从网上买的盘子和勺子，你小心点儿。关于那个盒子，下列哪个正确？20。您好，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家烤鸭店？对，你走到前面路口左转就能看见了。女的想去哪儿？21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忘带钥匙了。我在对面的超市呢，正好我买了一箱矿泉水，你来接我一下吧。男的怎么了？22。今天很暖和，外面一点儿也不冷，你不用穿这么多衣服。好的，那我脱掉一件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23。这么厚的书，你竟然3天就看完了？这本书写得很有意思，我这几天也不忙，就一直在看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4。信封右下角还得写上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。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，我这就加上。男的忘记写什么了？
二十五。经理，我这次又出错了，总给您带来麻烦，真抱歉。没关系，以后经验多了就好了。男的为什么道歉？第三部分，一共二十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602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26题。26，在这儿休息会儿吧，我实在没有力气继续爬了。好，我也有点饿了，我们先坐下来吃点东西。我包里有饼干，也有面包，你要吃什么？饼干吧。他们最可能在做什么？27，行李箱怎么打不开了？是不是密码错了？不会呀，就是这几个数字。别着急，你再仔细想想。男的怎么了？28，爸，您要去散步吗？是，我换双鞋就出门，有事吗？您买点果汁回来吧，冰箱里没饮料了。好，要什么样的？苹果汁，就是咱家经常喝的那种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29，看不出来你这么年轻就博士毕业了。我上学比较早，硕士毕业后就直接读了博士。你博士读的什么专业？我学的是医学，主要研究儿童医学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0，春节你们准备去哪儿？我们要回老家过年，看看我爷爷奶奶。你老家离北京远吗？不远，走高速公路，大约2个小时就到了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31，刚才在餐厅和你打招呼的那个女孩是谁？小戴呀，新来的护士。新年晚会上，我们俩一起表演的节目。我想起来了，是她呀。下次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他们在说谁？
32。师傅，去机场，我赶飞机，麻烦您开快点儿。好的，你几点的飞机？2点，来得及吗？没问题，保证1点之前就把你送到。女的要去哪儿？33。礼拜天我们去学校的体育馆打网球吧。好啊，不过周末人会不会很多？应该不会，已经放寒假了，去打球的人肯定不多。我一会儿先打个电话问问吧。他们周末打算做什么？34。饺子你尝了吗？味道怎么样？很香，就是有点咸，盐放多了。是吗？那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好的。男的觉得饺子怎么样？35。张阿姨，这是您孙子的照片？对，这是他刚出生时照的，现在1岁0.4个月了。真可爱，会说话了吗？会叫爸爸妈妈了，也能说一些简单的词语。关于张阿姨的孙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36到3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这次的讨论活动办得很不错，讨论的问题很吸引人，大家都很感兴趣，尤其是王老师讲的那个小故事，让讨论变得更有意思了。我想，如果我们下次再举办这样的活动，一定会有更多同学报名参加。36。说话人认为这次活动怎么样？37。王老师在活动中做了什么？第38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晚会快结束了，还没有人邀请小白跳舞，他感到很失望。这时，一个很帅的小伙子向他走来，他马上站起来，等小伙子发出邀请。小姐，您想跳舞吗？小伙子问。是的，他高兴地回答。太好了，那我可以坐您的座位了。38。小白为什么很失望？39。小伙子想要做什么？
第四十到四十一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大熊猫样子非常可爱，深受人们喜爱，但它数量不多，全世界一共才有1000多只。以前只有中国有大熊猫，为了表示友好，从1957年开始，中国把大熊猫送给其他一些国家，现在很多国家都能看到大熊猫了。四十，关于大熊猫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四十一，中国为什么要送大熊猫出国？第四十二到四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小张的理想是当作家。毕业后，他放弃了律师的工作，开始专门写小说。当时，朋友们都替他感到可惜，父母和亲戚也都不支持他。可是现在，已成为著名作家的他，终于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四十二，小张放弃律师工作。大家是什么态度？四十三，关于小张，下列哪个正确？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调查证明，诚实、热情、有礼貌的人往往更受欢迎，即使他们并不优秀，也能交到很多朋友。而骄傲、爱批评人或者没有同情心的人是最不受欢迎的。这样的人即使很成功，朋友也很少。四十四。根据这段话，什么样的人会让人讨厌？四十五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个正确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